happens every summer. Things are moving slow, and time to unwind only gives me time to spend alone. And I can't help but wonder if anyone's in town, scrolling through the phone on a Sunday. 大一的中文课了，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到一个新学校，然后刚到大一，所以老师都会很习惯要我们自我介绍。然后听到有人竹北高中，我就这样往前这样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那男生谁，然后就大概知道了这个人，然后后来就觉得长得也还好，然后我就继续躺回去。有一次因为我跟我学伴很好，那我学伴他有一次就是邀请我去听那个吉他社的惩罚，大概十几个人走过来，然后我就从二楼往上看，就觉得有一个人走路的样子特别不一样哦，而且感觉很帅，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我就从我学伴的那个那时候是无名吧还是 FB 就开始连，然后大概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刚好就是大三要做心理学实验，然后我就想说叫我学伴帮我找人，后来他就真的找他了。然后那时候他就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在背后看他的后脑勺，就想说这人好像真的蛮帅。后来就是做实验回去的路上，然后我就还会跟他聊说你住哪边啊，然后哪里来的，他就会说新竹，然后我就会说我也是就是硬要攀关系，但其实我都知道了。就是我朋友帮他学伴就是约我去做那个他的心理学实验，当天要去做实验的时候，其实大概下午快傍晚的时候，那时候就下着雨，然后但那雨超大，因为我们做完实验就要回程去就离开那地方嘛，然后就去牵车啊。聊天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人的话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多？后来我学霸就是受不了，突然就是冷不防的把韩一学就是加到我们那时候是 MSN 的群组，然后变成我们三个人聊天。但是他在 MSN 上面真的超难聊的，有够无聊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很好，好了好几个月这样子，就是每天就是聊三四个小时，然后你都会来载我或是一直关心我，然后我就想说这人是不是对我有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很就是疑问，就是我觉得你有点过度关心我，然后我就问他，我就是一个受不了的人，应该有蛮直接问你说你是不是就是喜欢我，他就会说没有啊，就朋友啊。原本是有点欣赏，到后来觉得这人有点烦跟奴，然后我那时候就还会就是 MSN 可以离线，我就离线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为了要躲他，跟他就不想跟他聊天，就算我离线哦，然后他还是会敲那个离线的我，然后他就会丢一个问题，就说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你在吗？然后我就会忍不住的回答，我就会丢一个问号这样。他就会说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们东华里面的那个湖畔旁边装了一个装饰艺术是为什么啊？我心想说关我屁事啊，你干嘛要丢一个就是讯息来问离线的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常会一起出双入对，对。然后他的房东阿伯，我房东北北是一个60几岁的人，很好的房东。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谈论学生的八卦这样子。房东北北又叫我小可爱，他说小可爱，就是邻居问我啊，那个电机系男生是不是你男朋友？我说不是啊。然后可是我常常看到你们在一起耶，走在一起。我说可是他就没有说，就是没有跟我告白要当我男朋友。然后我房东北北就说都什么年代了，那在一起就在一起，还需要告白哦？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对话就是跟他讲这样子，我说今天房东北北说了什么。然后韩雪就这样又这样沉思了很久，就是沉思了真的很久。对，然后就说那你要跟我在一起？对，很可怜的告白是我自己就是问出来的。I really think I need you every single summertime.交往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是一种比较青涩的感觉，就是那种非常害羞啊，然后吃饭也不太敢吃，然后可能用一碗那个大肠面线，然后还吃不完那种。大概过一阵子以后，他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吃掉两个便当的。有啊，就是不要夸张，两个便当也扯。其实我本身不太爱讲话，就是属于那种闷骚的人，然后他就是可以一直
开话题给你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理想中的一个情人，就是他很善良，很孝顺，很正直，然后有爱心，然后又很不计较这样子，然后脾气又很好，很情绪很稳定，但是就是很闷骚，就是超闷骚的。但偏偏我这个人对闷骚人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就是很想要研究这个人的心理是怎么样子。他有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男生的特质，是他做的永远比他说的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很多女生其实在就吵架，吵完架以后，就是再一次吵架的时候，就可能会再把以前的事情拿出来讲，然后就是我蛮讨厌这种事情，翻旧账。对，有可能生气的时候就关机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他这点其实有在改善。然后我觉得我们比较少磨合的一点，比较少吵架的一点，是因为谁 care 那件事，谁就去解决这样子。所以他 care 地上有一些袜子啊，然后裤子啊，他就会去搜。他很少要我去调整一件事情，或是要我去改变什么。所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像不要翻旧账或不要管接受，其实我是会蛮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把想法藏在心里的人，然后我是一个一直在 training 他要提出自己的需求跟想法，因为我怕他有一天就是压抑过久暴毙。在大学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我大概有一段比较艰困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经济匮乏，然后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这个太贵，这个不想吃。他这时候就有时候就会跳出来说：“可是我想吃这个。”然后就会都拿这样。那但是其实他也其实也是没有吃到那么多，主要的只是希望我可以不要这样子，就是那么的困苦，可以趁机帮我吧。但是直接说帮我的话，我大概也会拒绝，所以他就是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调整这件事情。在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会去接受，然后跟我一起度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蛮感动。每当我想要讲什么时候，他在玩手机啊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都会很有耐心的，就是去听我讲话。我觉得一个人就是或一个男生，他其实很难得是可以就是这么认真去对待你的人。我有很多的朋友或是我跟我的家人很好，他是很享受在我的亲友面前，他可能是我的男朋友，是我就是另外一半的这个位置，这也是我觉得很 respect 的地方。我就觉得他不是要刻意融入，他是根本就享受在这个角色里面。然后有时候我因为有一些事情，我没有这周末没有回家，他也可以出现在我们家，然后跟我的就是家人们聊天这样子，甚至有时候比我还了解我们家的状况。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大概就差不多在30岁左右要结婚，这是一个共同的想法。那，我这个人就比较闷骚，然后又比较没有想去策划这种事情，然后就一直拖到大概29岁，某一天突然跟他说，我们是不是要订餐厅准备办婚礼这种事情？29岁，我等到29岁，然后就想说，明年30岁要结婚了。然后他有一天就躺在沙发上，就跟我说，我们是不是要订餐厅了？我整个情绪就上来，我想说，订屁餐厅呢？你又还没求婚，你也没跟我爸妈讲，然后你现在要跟我订餐厅，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我就生气。我们要去那个印尼玩吧？该不会就是要去印尼求婚吧？然后我就整个就是很焦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一个很不喜欢被料到的感觉。那时候我跟我的一个表哥跟两个表弟一起去，我们5个人一起去。后来走一走的时候，然后我表哥就从地板上就捡起来，这什么？然后一看好像是一个戒指，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我表哥说，哎，不要剪啊，会不会是那个印尼人的掉戒指？不要乱剪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他就抓着我的手说，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然后我整个就是雷达被启动，我就说不要说，我现在然后就赶快手刀跑掉。然后他就生气，他说好，那算了，就生气就没了。然后我就想说，哎，等等，等一下。刚刚我表哥捡的那个戒指该不会是，然后我表弟就说，你不要乱猜啦，那不是戒指，那是钥匙圈。我说那就是我的戒指，这样子。我说，我就问说是我的戒指吗？是我吗？他就整个很烦，就生气。所以我在27、28的时候，我觉得开始有一种焦虑，就觉得该不会要跟这个人结婚吧，虽然很合，但是要就是跟这个人结婚，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心境。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焦虑，然后我就提出了很多对婚姻的担心啊，或是提出自己的疑虑啊。我觉得韩雪很好，是他会去一一的排除我每一个担心跟焦虑，让我觉得哦，可能婚姻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九年。我觉得从22岁在一起到现在，我的感情就是始终与浪漫、惊喜、情趣这几个字眼无缘。但你带给我的是信任、安全、支持、肯定跟接纳这些情绪。那我觉得这份爱情其实可以让我更贴近我自己，可以促使我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无论是在我的工作、人际关系或是家庭关系，我很多的面向就是都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我觉得30岁这个年纪对我来说，它是越来越多的责任跟一些哀愁。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上有你跟我一起并肩作战，那我想我可以在这样子的平凡的生活里找到很多的美好。因为我觉得你是自始至终最支持我的那个人。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在人生中碰到你，因为你是一个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能包容我的缺点，然后欣赏我的优点。那也是因为有你陪伴，所以陪了我度过人生很多难关。那像是之前受伤的时候，你都会替我想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情绪支持，并且会给我一些建议走出难关。那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未来可以继续持续的检讨大会，并且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成长。在未来啊，其实我想要给我自己的目标是可以让你保持的安全，还有幸福，还有包容跟互相帮助解决困难的生活，就跟现在其实差不多。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本身安全，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走出更多我们自己的路。我想要牵着你的手，一辈子一起走下去。